在园林中正路上，这间天生烤手专卖烤肉串，由老板自行研发的酱料为秘密武器，使得这里的烤肉非常热门，许多民众都闻香而来。这里不仅食材新鲜，烤出来的肉能够熟透又保持鲜嫩，酱汁均匀又不会抢走食材的本味，尤其是松板猪十分值得细细品味。油花均匀的猪颈部肉，口感脆，肉质绝佳，店里的肉质都是原味，绝不腌制，食材都是产地直送，包着铁盘的铝箔纸也是天天更换，不仅让消费者每天吃得到新鲜货，环境也十分卫生。